傾下隻農行一二八八啦，咁咧就阿 Cat 嚟噶，佢就問你啊，農行你嘅走勢點睇咧？嗱，佢個問題就係話啊，放水係咪對農行有利咧？咩位可以買咧？上望幾多咧？頭先都有解釋過咧，就係咧參考翻咧上一次去講準嘅時候咧，咁就呢類型的內銀股就不是即刻受惠的，但是我們會留意得到兩個禮拜到三個禮拜左右的時候，這些股份就開始出現一個比較上好的表現。我想就最主要來說，當有真正有資金流入了內地那個資本市場的時候，是的確是帶旺了整個的A 股以至到 H 股嗰一個嘅投資氣氛嘅，咁就所以咧就農行咧，相信咧就喺降咗準之後咧，咁可能咧就喺咧25號打後嘅時候咧，咁個表現方面咧傾向上利好嘅機會就會比較上係大嘅，咁啊咧所以咧就現時去睇嘅時候咧，可能睇下咧有冇機會咧喺一個咧稍微低啲嘅位置咧嚟到去吸納就會比較適合啲，咁啊咧其實咧熒光幕都見到咧個圖咧就稍微有啲嘅雙頂嘅狀況啦，咁啊咧之前嘅高位咧就咧3.1號。如果你現在是挨近3元來去買入，那個潛在升幅其實就不是真的很吸引的，那變成看看有沒有機會可能是比較理想一些，當然是希望可以在2.85元或以下來去吸納，就算不是2.85元的話，起碼去回2.9元這些位置才吸納就會比較上是適合一些了。好啊。